王思佳近期卷入使用假包争议，在网络上引发两极评价，也让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。鉴于他以坚强的态度复工，并在社群平台开启直播，分享了妆法准备过程，期间有不少酸民到直播间开酸。对此，王思佳也发起表示：“我本人没有在买水军，因为根本没有这个必要。”更直言，很多东西就算有钱买不到。引来一旁的造型师表示认同。随后，不少粉丝敲碗询问他的 YouTube 频道什么时候才会更新，他则以神秘的语气告诉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呼吁众人耐心等待。此外，王思佳也大方自嘲自己的人生有很多停损点，化妆都不能使劲化，也透露自己本身就有卧蚕，因此不能刻意化，否则妆容会看起来太浓，只能上一点点打亮，大方分享了化妆的秘诀。